嗨，大家好，平安喜乐。YouTube friend, have a wonderful day. 分享几颗正在开花中的卡特利亚。白色这一颗白雪呢，是我慢慢的一天一天在它含苞待放的时候，就把它拍下来。
这两颗 chocolate drop 颜色似乎有点不太一样，大颗的颜色比较深红，小颗的则比较橘红。怎么看呢？难道是大颗的比较强壮，所以颜色比较深吗？